哎呦，宝姑娘，您说来就来啊！是呀、啊，我看到您在这闲逛，正巧遇上了。哎呦，宝姑娘，您最近有没有看我们演的这个武林大会？武林大会倒没赶上看，不过前儿我看到您和袁明袁姑娘两人用英文唱了一段戏《苏三起见》，我倒是觉得挺有意思了。听了一遍呀、啊，我就记住了那一句啊，苏三离了红铜线，您二位啊给唱成了苏三 left 红铜 county， 对不对？我唱的，哎，还这不错，连这您都看到了。啊、您的这个动向我是蛮注意的，嗯。是话里有话呀，您别误会，我跟他吧，我跟他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是没什么。宝兄弟，别急，别急，有来一位，别一会儿林姑娘还来，林姑娘一来跟宝姑娘，哎呦，这个掐起来，我这个日子可算是不好过啊！哎呦，我看看，哎呦，要说来就来，哎呦。我来的不巧了吗？因为此话不解其意，打断了你们两个在这卿卿我我的，哪儿啊？真是对不起了。我要是早知他来，我就不来了。妹妹这话我就更不懂了。什么意思？您是我们俩没什么，我们就说了一点袁姑娘的事儿。我们说那非常有戏呢，要来嘛，一群都来了，嗯，要么一个也不来，今儿他来了，明儿我再来，如此见错开来，不是天天有人来了吗？又不会太热闹，又不会太冷清。哎，姐姐，你怎么反而不解这个意思了呢？嗯，这姐儿俩去啊，没什么意思。我说呀，林姑娘您来，我欢迎。宝姑娘您来我也欢迎嘛，我刚才还在唱嘛，天上掉下个礼物哟。看你唱的，瞧瞧这两人多般配呀，不愧大家都说是金玉良缘了。哎呦，林妹妹此言差矣，我跟您说老实话，我跟宝姑娘在一起啊，从来没有人说我是金玉良缘，人们见着我跟她一看就知道我们俩属于是重男轻女。